已经拍了这么多了。对啊，很多了，超级多的。你们俩的单人照在上面，这里，这两个。哇，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之前的生活哦。好有感觉哦。哎呦妈呀，这个互相盯啊。他们的三小天鹅呀、啊、三小天鹅表演吗？等一下怎么捋啊？秋怡的眼睛只有痒痒，对，然后根源的眼睛只有小念。反正你们如果觉得就是比较有意义的瞬间也可以都拍，就是我教你们用，你们就是把这里给它打开，然后你就在这按一个定时，它就是十秒的。那你也可以就是定两秒，两秒我是觉得比较短，就可以记录一整片的枪。哇哦！开了个小的，开了个大的。再问细一点，小的坐两个人，大的坐四个人。小的两个人是谁啊？嘿嘿，他还挺八卦。那个，反正不是我们。就是完全随机的、嗯、完全随机的。你们还聊了啥？整个晚饭就真的只是在吃吗？哦我可太羡慕了。主要在聊你们。我信你个真的真的是是、嗯、真的。他们就来见男嘉宾的。哼，亮了我们一晚上了。他真的好好笑。吃醋傲娇。渴吗？要不喝点吧先拿点。有很多，冰箱里有很多。哇，你们买了这么多食材。有什么味道？这酸梅汤。酸梅汤。这挺好喝。整一个。等你们等好久了，我们三个太无聊了。对，你们今天几点就回来了？我今天回来比较早，我今天七点钟就回来了。七点、八点、九点，对。对。几点吃的饭？哼，几点就现在还吃着呢。真没吃饭。吃了。坐过来呀、啊！坐过来，挤一下，坐过来、啊。他又感受到了他们的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坐一下，对。坐不下了。坐过来。点头。控制不住的笑容。坐这儿吧，坐这儿吧，不用坐。过来点。秋雨去补，秋去补啊！你们到底吃的什么？过来点，来来，姐，可以坐。吃的特别好，我真的是，一点都不酸。哦，啊哈。